村书记现在带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居住点，暂时安置点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只是出一点点力。干一些工作。现在就是都在这边住的是吗？啊，对，这是上镇乡那边，从辽那边的，他们那个啊，都往那儿来展示展示了。哦，就是这都是咱现在暂住点，对，就在里面睡觉。对，欢迎。大娘，过来看看呢。啊，原来咱从我这来台湾来了。啊，你看那手。啊。哎呀，难受着！哎呀，我不能看见人家哭了。哎呦，我怎么假的呀？我。啊，不假，这我会帮人充电的啊。过几天都好了。现在大家都来帮助你们了，然后过几天睡下去了，然后都可以回家了。一切都会好的啊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对，一切都会好的啊。啊，在艰难面前，咱都应该有坚强的，对不对？团结起来啊。最起码咱认识安全了，对。大娘，你听我说，钱是身外之物，最起码咱现在是安全的，咱这个命保住了，都是万幸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都来帮助你们了，然后给你们送来的物资，你们先搁这休息几天。最起码在这吃了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最起码咱吃的住的不用担心。最起码这解决了。该解了。没事。没有事儿，没有。怎么的？这个政府的领导，又在这儿，又在这儿住，不离地方啊？哎呀，没有事儿啊，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要往中啊，不要跟他待着啊。他领导发话了，给他盖楼。你这个啥都不得呢？我这个还多嘞啊！啥都没得需要，听我的需要去啊。休息吧。刚才说的，他这个一楼现在有的影子看不到啥。一楼看不到啥。二楼现在还能看到。二楼。二楼能看到。现在淹的挺狠的，挺严重的。对。好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没事，有需要我们一定会全力奉上。